就它里面都是一只一只小熊，超好吃的。对，我最喜欢这个 paprika style。paprika style。第一个是这个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大家觉得是 normal 的 chips， 哈哈，就他们德国小孩觉得经典款的洋芋片。就是这个匈牙利口味的，然后是 Funny Fresh， 嗯， Funny Fresh 这个牌子，就这边也有很多不同的口味啦。就是这个 Funny Fresh， 可是好像最 believe 就是最多人买的还是这个 Ungarish 这个，这个。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碰杯啊。然后第二个碰杯啊。就它里面都是一只一只小熊，超好吃的。对，这的确蛮好吃的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这个我也蛮喜欢。然后一包是 1.19，这个是有 ketchup， 就是有番茄酱，超好吃的。对啦，它有很多口味，有 cheese 口味，还有这个 sour cream， 然后。Sweet chili， 但是对这里有原味，原味很没味道。这个八个，我最喜欢这个 paprika style。paprika style， 这是真正的 paprika。这个是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常常吃的，就这个玉米饼，我们都是买这个。因为这是有盐的，就是格扎城，它没有弄得很咸，可是有一点点盐比较好吃。像这个拿兔耳的是不加盐的，我是觉得有一点难吃啦。然后像这边还有丁可的，或者是米做的米饼，这是 0.75 的 0.5， 然后这边也有格扎城的，我是觉得味道的话是玉米的最好吃。然后这边有一些有加巧克力的。